十五题，有一上米天平如右图，当左右两盘均是空盘时，指针偏右。请问使用前要如何调整该校准螺丝才能归零？螺丝往正中央指针位置调，称为旋入。我们上米天平的指针是朝上的，当它偏右的时候，表示我们的右边太重。当我们调整校准螺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把它向里面旋入，那么就会变轻；如果我们向外面旋出，它就会变重。现在呢是右边太重，所以我们要把右边变轻，右边要所谓的旋入，那么左边呢就要所谓的旋出。所以我们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使用前应要如何调整该校准螺丝才能归零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将右边螺丝旋入。